上满星吗？基本上是啊，可是那个都要3个月之后。基本上我会先上五星啊，因为你后面五星到六星要很久，我会抓一只直接到六星，做其他的都是轮流五星，就是我最像我之前是疯狂，因为就一路四片冲到底，然后其他的人就是轮流上五星，这样你的实力平均会比较强一点。边境是头，西夏是手，反正那就是这两个。边境是头，西夏手，头跟手比较重点啊。神魔共死破，谁敢放肆？死不全种。神魔共死破。啊，前面还有一个。终于轮到我了。啊。取入婆娑平沙翼，哇，这关左边先来。今天送人物的新活动打了没？还没，今天我没有那么快打。谁敢放肆？赴汤蹈火。哎，不对，我踩到人。神魔共死破，好的，感谢索大的建议，感觉能推个影片，建议玩家刷新的选择表情符号开心。因为那个说不完呢、啊，因为每个人角色不一样，对，你刷新的选择就没办法，是没办法说了，因为大家都不一样嘛，你就。那个就会有 N种不一样的。终于轮到我了。终于轮到我了，谁敢放肆？而且跟你讲，每个人习惯用的角色不一样，其实有每个人用的比较顺的角色，像我用的比较顺的是孟涵月啊，可是有些人可能他比较用顺的角色是比你这种。好想买魂石礼包啊！魂石礼包，谁敢赴汤蹈火？正如我梦战是拿洛娜拉那拓荒的，洛娜拉那，神魔共死破，神魔共死破，正常人谁会拉这两只拓荒？我石头都极品绝品的，刚好冰离三颗。这么好，魂石礼包买了，给的很烂，表情符号难过。终于轮到我了，运气。取入婆娑平沙翼，这个只能讲运气。谁敢放肆？但是如果按照现阶段的卡池来建议玩家刷新的选择呢？先不管歪池，因为毕竟前期真的缺资源，我相信大家应该跟我一样有着困扰。没有不到第二套，就觉得这种，你现在卡池又有人乱七八糟的啊，所以根本就没得建议啊。神魔共死破，现在又有人中什么样？神魔共死破，中什么黑龙啊？就像那无尽黑暗，对，中那个就超级惨的。终于轮到我了。所以说，这种每个人组合太五花八门了，你没有一个固定的、啊。对，有些人中夏而已，有些人中。一件品，有些人中虎文德，
而且有的人很多只，有些很飞，没几只，所以他这个根本就连一个固定性都没有。那如果用未来法阵角度来切入刷新呢？不缺那个钱就买。未来法阵角度，法阵就是航空杀顶到底啊。这刷新跟那个法阵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是航空杀顶到底就是。终于轮到我了。取入婆娑平沙翼，取入婆娑平沙翼，拾取橘核。哇，好险！我今天有抓航空鲨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古伦德好烂，法阵要35级吧。34，你角色长到34级就有了。角色34级就会35级。终于轮到取入婆娑平沙翼。所以我的这个阵容位35级后，我的玉石奖就下去了，玉石奖就换航空杀。正想找人出出气呢，就是差那一级，差那个一级。宾利的打完就跑这个，好好用哦。宾利的打完就，因为他就是在动作就跑了。可是基本上比你